讲述时间已经到中，不知道说讲的是老师好。来，今晚来光子。顺悠行我言。顺悠行我言。以天下地，不弘万。吾有软行十斤，空住万财难，不积言好，当无积者，无书为先，又乎人也，又人之义，常闻天下有奇迹，以学殊因，究其德，以可为至德也已。咱伫种途中要得到真正人才，可能毋是遐简单。啊，所以呢，咱伫途中来过来遐，太了解、太了解、太详细的，咱就是来提拔、来勉励，赐予伊对遐大道真正了解，会当出来，出来替咱途中做工作。哦，虽然讲天公爷个是伊个，但是。对咱道中开发的帮助微乎其微，哦，即方向伊就歹来讲啦，才来，哦，要得到真正人才，毋是遐简单，哦，伊来学了即个术，顺便呢，伊帮助伊，伊迄个天啊有五个大事，有物有质，哦，有客有歌谣。爱国的人，事业大事，哦，所以个时阵，要得将这个地位传给咱顺帝了，哦，伊用这国的人，天下代地，啊，那么吾王呢，伊讲吾有软心是金，伊讲我十个，叫我用到云端，一切大事在帮助咱国财人，哦，要得到真正人才。不提前哦，不讲些哦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哦，所以也是希望，咱以后将来当培养咱母亲，使我也真正认真来研究，哦，开发咱的道路，对咱的地方，对咱的道中，对咱的祖孙也会当交代。我是想听恁先讲，咱的祖祖孙的台湾，从何位开发能够研究？哦，所以这个官，咱做事也好，要去做，无然后官，但是这一做的人，就是咱只个业华哦，所以咱来拍拼。孔子来讲，当务之急，无书为先，哦，这是讲当然有当，哦，当然而且就较务实的，到如果到成就业的时阵，你人才就很上进。但是十个人内面有一个查某，一个女性，就是文武，哦，有福人也，有人之义，实在在真正帮助，哦，吾王之事，教为人命，教为人命。那么，这个有福人也，这个文武呢，伊从文理类，从文理类。所以，迄个时阵，文王、福天啊，三分之一。咱听来讲，三分之一的人来，哦，来服侍这个文王。但是文王伊迄个时阵出来去革命无效，伊原在以后是阴调，是诸侯。九七年可有记得啊？伊放出来何乐？何乐讲阴调呢？文王的德行，文王甲武王的德行，哦，会达讲达到特别最高的境界，哦，的最高的境界，气节是最高。孔子跟人才难听，并且跟诸侯老大夫
的宗教特色，啊，所以是为咱设想，而予咱得到，让咱来研究，真正彻底来做，彻底来行功立业。咱几十年时间，竟然，哦，竟然几百年的高明。是咱即位因缘，吼，毋通看轻，毋通看轻。所以呢，本章三十，本章是孔子明日复苏复到古王所说，无有乱世，暂时时期。啊，孔子平常读册到，那时阵读到就古古王在讲，讲无有乱世时期。即句话，因是太强，求实人才，虽然人生，但究竟人才来。作恶是作感叹，哦，知识的人才是那个人的先，不过究竟人才嘛是作咩地啊？咱个用的个真正是真正的明德、凡德，过来行德，来两个有拍拼啊，嘛是无几个人啊。所以才难这两字是专注的重点。由此可见，一见天哪是比较。应无为人情，为情人才，哦，而且咱得咱来，哦，了解，来注意，然后咱必须必断决定这是人才，到底是人才，哦，咱若讲说三好字的人才啊，三好字遐乱，是排个是行到边遐两路，哦，遐两路的话，第三千方面出来了，第四千方面，所以。用会当人才来帮助咱个道路的推展，这是重要的。以规矩、规矩、人才之人心啊，心不不兴，有何得？人才要真正的心性，还有本心实用到底。所以呢，咱就要注意啊，一定爱从真理来行，哦，真理来行，爱靠着心。认真来研究啊，所以心到心得到的，不能无往有志歌的得到，所以空性人就别来占了。空性人呢，就别占了了我们嘛。空处为中啊，空处为为当中呢，才能以下人才，三分天下，以三分天下。以下的论点，战术论点，论在文，论在论点，论点，论点，讲文武之言，论点就讲文王甲武王的这个特性，啊，所以最后战士在讲，修其间，当时天下人士，啊，修条的这个论点，以当时天下人士，上吊是一统的国君，啊，上吊的地方是一统天下。日本人呢，只是伸手以这个方便之意啊。但你有人生用过来说，啊，这又是苦啊。所以民主核心，你唔民主啊。公布王法定啊，有主，其他两个公信呢，这样叫民主啊。哦，公信公克王啊，公。唔讲是人家好官吗？袁术讲未使，哦，阿婆讲刚讲哪来呢？哦，武王不龙太在，武王太在皇帝嘛，伊讲唔是，哦，伊讲执行将是七十二朝之长，长执执行到是武，温度一路要二度之不了，哦，讲执行为不了钱，啊、哦，就查啦。啊，一里香不是长，真正无义，这个嘛是残障的，残疾的，残疾之人不是一夫，残甲七分之二连做伙呢，就是普通人命。讲温度一夫地位，我听讲，哦，开一个地方，这个一夫的这个地方，地方呢，比温气一个两万，听讲，心地保护，啊，所以咱了解。
真正哦，真正修行学道会当得到自甘是。孔子伫《论语》内面专门以修哦，就讲是以仁为中心点。孔子呢，哦，迄个时阵人生搁较乱，所以孔孔子呢，用其来补孔子的不足。所以孔子，哦，孔仁用其。所以理性理德啊，亲情关系。那理性甲理德德，含亲情、含亲戚朋友都有关的。以文龙这位天下之所说，文龙是以德性来做代志。所以天下安尼人拢顺从伊，是否都归向伊的仁德？是否都归向伊的仁德？所以三分天下有其事，所以迄个事情。天下呢，三分，两分拢归属这个公道，是治民生归用之个。这个就是讲民生已经拢归用这个公道嘛。虽然条件这样有利于农，但有迄天下之势。虽然迄个时阵的条件呢，哦，足反正对文农足反正有利，唔顾文农反正做好，但有迄天下之势，以用人。用心，我是文龙，关在用业进修，但我是这个我，而无边用心，以无边用，关啊，而无开始之心，啊，伊绝对无一点啊传达的这心理，所以孔子甲特别赞美文龙的气节。孔圣人咧，咱听过，啊，绝对来赞美这个文王的智德。故太别一天阿将，天阿将为智德无名。啊，太别一天阿将，诶，智德无名。啊，但智德两字合文武之言，文王学书文丢，是帝王丢人，哦，辉煌。所以呢，用这个，啊，用这个智德。这文字来讲呢，啊，这是，哦，这是合这文王甲讲的，也就是来讲的。文王呢，学书文帝，学书这个帝王呢，帝王帝王会当发挥干，啊，到了武王的时阵，帝王，啊，这个帝王有得十臂干修，修成遗嘱，用十臂干，咁将这个遗嘱来关。遗嘱呢，就分遗嘱跟诏，所以遗嘱在对，遗嘱跟诏对好。文献之三人，专配赞扬啊，赞赞扬及风及丢风云格式，所以文条内面的这个代词，三人专播的，需要赞扬啊，来，来，出分三十三，乃关诏赞。以帝王呢，迄个时阵，佮风云更加是，所以武王佮去以啊，打骑兵，这是有主处的功，不顺服武王的气节，这是帝王该主处的，啊，顺服了武王的气节，但是就是孔圣人，到了文王甲武王啊，从高的地方，所以是慢慢的，慢慢的了解。真正在做上天的转换，哦，咱比如哦，是我咱唔谈真正的这个地图的位，第三章，第三章，祝愿，祝愿，父母无干言语，父母无干言语，回应是，回应是，儿弟孝何归心。恶已福，以地利何无面？以强食，以尽力何过乎？故我无甘言矣。
所谓的孤北，孤北本来啊是要从这个啊地位传统的，但是也不够的，哦，以前不叫人，不要快过成一个后生，哦，孤北，那就按传统名家姓，孤北本来孤北，啊，现在变成孤北了，哦，我们做人家占比孤我们姓。比以前他爹更少，规范严格好多。现在用的空调和规定条件不三代，而且这些，只见一人见人，不然好了，不然好了，真的很久。我那公布，我不要多人谈会，也就说在，啊，我跟我会那改一点固的，啊，就说在。不用心，以前崇拜，一定要不行。你分心加上崇拜，你不能对于那些危险的建筑、危险的一些老板之后啊，哦，以后你要对前三前啊，要中老前中变化，对吧？及地利我不变，可是呢，那以后来的呢，你要交换这些位置啊。以用些，你刚刚用用些来面啊，老大出卖，以前的火火火，啊，老大出卖，那唔过呢，以用些经费，用些钱，哦，来比最低最低价钱的房价高点，哦，就要反比，所以父母不干涉，同性不会来，父母不干涉，不得高点，啊，而且讲足够足够。我不可能让人家高的钱，所以你要改。既然来到这，过去虽做本边还是不善，但不透过咱人生打拼，有个好以后来讲兄弟来行。啊，年纪较侪了后，先看开当过，但唔能认真干事啊，是样事。见物件拢是假，见物。水啊，老幽默，你敢想想？你大作恶，老幽默嘛，老幽默啊，科技天天在变啊，用电饭煮一些三餐啊，各家大楼也有办桥，富有富得的财富啊，啊，人情啊，蛮啊，见人情，所以呢，天下的企业呢，也要看。孤地做个皇帝，以为君心，恶以后以忠心，啊，所以这就是对别人的好坏，啊，我们的讲的恶，先讲的恶，啊，讲学六门，我们的讲的恶，啊，以忠心，免得做出恶，免讲这个恶以后，啊，所以那些他家的家事。我们原来是九十四年，伊人从九十四到后尾，但个八个化好以后，个人出卖，啊，先当面，啊，上来就讲，以前我好奇这些事呢，为啥我的事啊，这事都是爹讲的呢？所以讲起呢，啊，工作占比不好是先的，先的，以前他爹要求对半边，哦。一般上人一旦误会，如何以后都用家约谈妥这样事，这是咱世间人愿买啦，一定安尼啦。一旦回来吃较好，较早遐买拢吃较慢，啊，即卖拢经济较得，来吃，来穿，来养事。所以一旦误会之后，以后用家约谈妥这样事。有哦，有哦，有变的风水之空。有哦，你今仔当做啊，有哦，你着本来，迄个时阵交的是并且因老爸滚来治水，啊，你要无成功，为啊，顺地当并且做有哦，有地人来治水，你要他成功，所以咱用完啊，会记得。
农业的这个基础，就是伊个武力啊，坚定。对人民功劳真大，无以可比。对人民的这个功劳，较早是以农业讲，对人民的这个农业啊，的这个功劳啊，真大无以可比，伟大无上之神。因为政治天下啊，治病人心富庶。伊是做个天下治平，啊人心富足难为。伊可以，伊可哦，伊个养尊处养尊处优，可为理所当然。伊个时阵，若要享受一个嘛，应该啊，是安啊，实际实际人实际，伊生活非常艰苦，对有生活之分。一无所知，不过迄时阵的古代呢，伊家己生活非常艰苦，对于生活的物件还不值呢，伊未去甲想爱呢，啊，一无所知。平生所勤劳都是人民的代志啊，平生所勤劳都是人民之事，所地的修行，也拢是宗庙庙庭之类啊，啊，所以必然。修是一个物件，都是宗庙庙的一个例子。可见伊念念在民，故国家之安全。可见这个古代呢，也心念念念啊，伫民国家的安全，是咱真，咱前人，咱典范书，咱前人者念念伫拢是众生的英雄之间，啊，也是用心。所以孔武主呢，哦，这再三赞美伊，足可以为天下设立。所以孔武主呢，是啊，赞美了这个武德，可以使伊可以做天下大事啊，哦，可以使做天下大事啊，哦，每一个人都来好好这个武德，所以这是真难得，真难得。好，咱为了确认三七十六这个功。教师部的力量，啊，我们教师部的力量，虽是伊是拢是一个圣君，但是咱控制下来是啥？就是灭烦恼法，啊，灭烦恼法，啊，太平，去哪啊？以太平，啊，太平以可为基地啊，以太平是啊，是当公当父的烦恼生。本来是也是对，可是呢，以前因老爸足心想了这个，哦，这样这烦恼，啊，所以伊就造成将这个因伊的这个内里的烦恼，哦，这个因的小弟，按小弟那个做名，哦，啊，来了解，风信那个。太平以可为治国呀，以太平来达到治国，是做多大功德？啊，啊不然呢？不然那个鬼同不同？啊，教书不如千古呀，也得显得。